两出局啊，新浪牛队再度是得点圈的打击机会，轮到打者呢则是第三棒的打轰郑达宏，今天三个打数也有过一支的安打。这牛队这种是典型的机枪打线，只有一支二连安打，对，十支安打里面只有一支是长打，但是他如果说都能够集中的话也很可怕。也在这场比赛之前呢，新浪牛队团队打击率.292，其实也不错，这个数字看起来是不错啊。但是只有一支全垒打，团队只有一支，比较可惜的。郑达宏右边方向的高飞球，高国庆来到界外区，把这个飞球给接杀，也结束了牛队在六。